亚俱杯日本目标夺冠。王娜与泰国球队配合没问题。27-4-2019。本届比赛是天津女排历史上第九次踏上亚俱杯的赛场，此前天津队9次参赛，8次登上领奖台，其中在2005年、2006年、2008年和2012年四夺亚俱杯金牌。此番天津队首次主场出战亚俱杯，目标自然只有一个，那就是冠军。以往8次出战亚俱杯，天津女排都是在缺少国手和外援的情况下参赛的。此次主场作战，天津队可以说是精英尽出，球队不仅保留了征战联赛的全部本土主力，而且还与外援克兰切维奇续约，塞尔维亚姑娘也成为首次代表天津队出战正式洲际赛事的外籍选手。不仅如此，球队还从北京和江苏两强分别引进了两大国手，主攻刘晓彤和接应二传攻翔宇，这让球队的24号位强攻如虎添翼。特别是龚翔宇的加盟，将大大补强天津队右翼进攻的短板。阵容配置虽然强大，但由于中国女排目前还有备战任务，李盈莹、龚翔宇和刘晓彤三名国手预计最早也要等到小组赛尾声才能与天津队会合。因此，小组赛初始阶段天津女排的边路将依靠两位主攻王艺竹和克兰切维奇，以及接应二传杨毅。我们的主场，争冠的力量。虽然天津女排曾4次在该项赛事中夺冠，并且这次有强援加盟，但随着亚洲范围内女排职业联赛的发展，这项赛事的竞争力也在不断增强。天津女排要想实现卫冕绝非易事。在其余9支队伍中，日本久光制药、泰国春武李至尊和哈萨克斯坦阿勒泰的阵容都相当强大，天津队若想成功问鼎，必须要迈过这3道坎。这3大强敌中，哈萨克斯坦阿勒泰队与天津队同分在 A 组，两队将在4月30日上演直接对话。今天早上，他们率先抵达了比赛驻地。不过，在来金阵容中，记者没有见到阿勒泰女排头号球星阿塞拜疆老将马马多娃的身影。事实上，在最终的报名名单中，同样来自塞尔维亚的主攻洛佐和自由人波波维奇的名字都没有出现。这其中波波维奇已经离队。本次亚俱杯，阿勒泰女排的王牌是克罗地亚主攻伊基奇。尤里·潘奇科。哈萨克斯坦阿勒泰女排主教练：我们必须以现有的球队阵容应战。现在球队中有两位外援，一位是拉杜洛维奇，一位是伊基奇，其他的则是一些年轻球员。作为赛事卫冕冠军，泰国春武李至尊的阵容堪称豪华，普莱姆基特、维拉万、阿耶查拉彭、
查楚昂等泰国国手悉数在列。除了几乎一整套泰国国家队阵容外，来自浙江女排的二传王娜的名字也出现在春武李至尊的名单之中。在浙江女排无缘上赛季排超八强之后，王娜于今年一月底加盟春武李至尊征战泰国联赛，并随队夺得泰超冠军。王娜此次代表海外球队出战亚俱杯，无疑也是本次比赛的一大看点。泰国春武里至尊女排队员王娜：我们是凌晨的飞机，后来也是又晚点两个小时，所以整个路途还是比较累的，再加上在飞机上休息的也不是太好，可能也是因为泰国比较热，这边比较冷，大家还是要再适应一下。配合基本上没问题，因为之前也是在那边跟球队待了两个月，跟他们配合比赛也是打得挺多的。与春武里至尊女排同在 B 组的日本久光制药队也是日本联赛的霸主，但是在此次来金的阵容中，美国副攻阿金拉德沃以及岩坂明奈、新郭里沙、石井优希和金村优香四位日本女排现役国手和古藤千鹤、作安琴希两名实力派球员都不见了踪影。虽然久光制药女排的阵容变化较大，但不出意外的话，B 组的两个四强席位还将被他们和春武里至尊队瓜分，天津女排很大几率将在半决赛和决赛中与这两支强队先后交手。酒井新悟，日本久光制药女排主教练：虽然这次没有日本国家队的选手参加，但我们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已经调整好年轻选手们的状态了，这次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年轻选手的实力。球队的目标当然是赢得这次比赛，再去参加世俱杯。